好，继续来看到南势阿美族传统信仰当中，认为场所都有神灵祖灵的助手。十八号的上午，在吉安的阿美文化馆，吉安乡公所沿袭旧有的传统，举行传统除岁的祭仪典礼。那么由东昌部落的祭师主祭，祈愿祖灵庇佑花莲合祭平安，并且保佑族人身体健康，部落平安兴旺。从疫情到地震再到风灾，花莲地区似乎让人感到不平静，甚至在吉安乡内也有部落领袖相继往生。为此，十八号上午，吉安乡公所沿袭旧有传统，在吉安阿美文化馆举行传统除晦祭典仪式，吉安乡各部落头目都到场参加。仪式是由东昌部落祭师担任主祭，并以槟榔、米酒、麻吉以及猪腿等祭品进行除晦祈福。整个仪式历时三个小时，祭仪之后，参与的族人一同共享餐序，而喜悦的祖灵也将会保佑族人身体健康，部落平安兴旺。记者吉安乡综合报道。